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你们好，好，好，你好，这两岸三地的朋友都在哈。这两岸三地，我这两岸三地啊是 Potomac River 的两岸 ，Virginia、Maryland、DC 三地。评委好，我这不是拉票，不许拉票。我是怎么来、啊、我代表党中央，代表国务院，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。同志们，朋友们，你们在美国也要上春晚，跟国内接轨，很不容易啊。刚才有个朋友问我，有很多国内的朋友到美国来生孩子，也就是计划生育嘛。我个人意见，无论多少胎都是中华女炎黄子孙嘛，更何况你们在这里也是少数民族嘛，要严格遵守党的少数民族政策。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说人多力量大嘛，我希望朋友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广开财路，多赚老美一些钱嘛，这也是跟帝国主义做斗争嘛。我更希望朋友们能够看到和我一样，能够在美国的土地上看到有我们华人的总统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美国生孩子嘛。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外国的领导人对我们春晚的感觉，好吧？我们现在有请印度总统，好不好？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 It is very kind of you. Well, well, I'm totally support Chinese Gala.I tell you, I really hope Chinese Gala can move to Bombay. When you move to Bombay, I tell you, I will make sure there's enough bathroom for you there. You know what? The people on the stage, I think they are really, really good. They're really good. Every performer that's so good, they definitely need to all go to Beijing. That should be.Thank you, thank you. 接下来我们认识的陈水扁先生想说两句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阿扁。我想今天我有一些新的想法，新的感觉，新的理念，要和大家一起分享。我在里面虽然已经被关了好几年了，但是我年年都有看你们的春晚。前几天我写信给中共习主席，我在信中这样说道：尊敬的武松先生，听说你在打虎，我以台湾最大的老虎的名义给你写信。我发现你打的老虎都有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就是他们都有偷奸行为，也就是乱搞男女关系。可是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我想恳请习主席给马总统求求情，把我放出去。我一定出去以后争取上你们的春晚，我会和吕副总统一起跳一个芭蕾舞，
是秀莲她把我举起来。好，最后让我们以热烈掌声请江主席讲话。我这个华盛顿地区的朋友是我的老朋友啊，我来过，曾经来过两次，来过华盛顿。华盛顿地区朋友对我的热情接待使我非常的感动，尤其是在座的有的朋友含着热泪，流着热泪喊着我的名字跑到机场来接我，我真是至今难以忘怀。你们今天在这儿啊，人人都要上这个春晚，我是非常非常的 happy。 我想我已经准备了一首歌来表达我对大家的支持。我我的谁吧我的地方一样我所的错我这个是米兰口音的。我在这里请允许我再一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，Goodbye。